嗯，在当外乡人，外乡人好好玩哦。You beat me. Beat me. 晚点会换游戏，哎、欸，用冷具，我在刷等级，我在刷钱跟等级，而且我发现我的玩法错了、欸，哎，之前的玩法是错的，好像不知道点的时候东西，发现打起来超不顺的，就好像有东西没有点到，就是我接流转哦。 我看别人接流转都接得很顺手，啊，我接流转就接得很不顺手，所以我就很奇怪。然后就现在先把等级那些刷一刷。You beat me. 会卡吗？所以是点错了什么？我不知道、喔。所以我之后的剃刀连，我目前是改那个锁链，因为反正冷具嘛，冷具就是锁链了，我就顺便玩。可是我玩冷具又变得也是一样烂，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玩我是不是很玩这款游戏啊？超奇怪的。 我发现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要把这两个点出来。你看，这就接得超顺的。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打一打打到很奇怪，然后再来是镰刀，镰刀我还在练，镰刀只有这样而已。 要点的，我所以我没有点到啊。我现在在当外乡人，如同标题，这个没玩过，因为很多人也是有推锁链呐、啊。他说什么锁链只要按空白键就好，不是空白键啊，按正方形。可是为什么我一样是玩，就比别人还要烂呢、啊？ 啊，对不起，玩那么久。我先介绍你玩的，但是玩多久？介绍我玩什么？你是说锁链吗？没有，网络上看到的。他还有他升了多少技能？什么意思？我完全没有，对不起。 我关台，我今天下午关台后，就把天赋洗掉，然后再玩冷具。因为昨天晚上有去弄了封魔装，然后关台后是把那个洗人术，这套也是网络上看到的，就拿来先用。 没有，我是有看人家的影片，他是从一开始玩起来的。我想说，大佬的玩法嘛，我想哇，
武器还拿得比我烂，然后天赋什么也只有点，没有穿什么装备在那边打，哦，太屌了吧！被按错了，白痴啊！哭哦，哭啊！点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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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切换到武器了，换武器之后伤害好低哦。好了，有道理。因为我其实搞不懂镰刀，镰刀的这个，就是你看啊，这是上段，上段的这个这样打，然后这是中段，你们很像，然后这是下段的。基本一样吧，就真的都很像。我去看那个大佬在玩，然后啊干，他是按的什么东西？他都在转圈圈啊，这有差吗？有啊，有就是下段的时候是真的是蹲下腰那边慢慢转，看得出啊。我就看他哇，怎么可以这么顺手啊？哎，这比魔物猎人还难玩呢、欸。然后也是有看很多什么很多流派啊，但那些流派成型都要绿色装备。我看一些大佬玩，我会选择练手脚。我看有啊，哎，我所有我打那个刀种，就只有手脚，我真的是一半一半呢、欸，很容易也是自己躺哎、欸。暗夜隐安安，小晚上好，晚上好。就在这边刷等级，刷素材。还不错，我就这样刷了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冉冉之前用的棍子，我不知道哎、欸，我也尝试用过机关棍啊，可是怎么讲，我就是玩不起来。我需要不用脑袋玩的。然后有人叫我选太刀啊，大太刀还叫什么？就用什么？用上段，然后用重击打。我说，对啊，那不用大脑玩，看，但是总是讲归讲啦，真香。哦，今天字幕上太快了，把作者名字搞错，把前锋打成猎魂哇！大太刀算距离，就这个也是啊，这样我也都是这样站远远的这样子啊，这样劈然后滚过来，然后这样劈，然后滚过来，对吧、啊？就这样，就跟拔刀斩很那个拔刀大剑一样啊，那样打下去然后滚。对吧？翼龙，我看一下哦，这边有吧？哎、欸，这把吧？哦，不是，啊，不是一样吗？我天！大太刀吗？
大太刀吗？啊，不打这个啦，这样子，然后滚开。我觉得这样好像很适合我哎、欸，好爽哦、喔！就我有用这个啊，去打齐藤利，齐藤利三，念斋藤啊，随便。我打不赢哎、欸，我那天。打了两小时哦，先打一小时，然后隔天打两小时，我差一点赢啊，但是打不赢。是谢那只，就这只啊。欸欸、是啊，我打不赢哎、欸。而且那时候我还带了一大堆魂进去，然后没有点，我哭死。我应该改点别的，我怎么一直点？都是打到剩下六分之一吧，好像 DLC 才有。哎呦，他、啊、点两点才加两伤害哦，我要点我要点体力了。我也是有偷偷开小号去，不是小号啦，跑去打第一张的牛头怪啊，跟马头怪。也是用那个谁，用镰刀打，但是怎么讲，我用就剃刀连用习惯之后，改用镰刀就吃招变得超多了。然后所以你是 PS 版，我看一下 DC 哦，等一下，那个麦快了，我要怎么弄我动作？大买完电脑，那还是先不要好，呵呵呵呵。而且，私人玩需求我的 OK， 但是拿来开台就完蛋了。你们看会不会？咳咳你看会不会卡？会不会像当时跟蓝蓝在玩的时候那么卡？我想说，我就是尽量不要动作太多的开台，就还会想说来当个外乡人开台。我问你哦，那个六道会不会越买越贵啊？我因为买了一次，它现在涨价。变成30000块。You beat me。小鱼在吗？所以你晚点要东西啊？还是要做不是？还是要玩桌游？日麻模拟。
是没卡啦，因为我的电脑玩 POE 也会 lag， 应该是玩不到哦。POE 都会 lag 哦，那真的有点惨哎、欸。You beat me。给我，给我，给我。小孩不在，没钱还。啊，我觉得我这台电脑如果不是这台电脑，上一台电脑如果早个两年换就好了。但是那时候也是真的是没钱啊，又不敢去借，因为不知道自己出来做会不会赚钱，所以不敢借钱。所以那时候就是靠着打工、工作慢慢补一台电脑，补到之后才开始离职。做实况，You beat me。怎么又长痘痘了？我想说奇怪，有个地方感觉怪怪的，摸下去，痘痘是痘痘。因为刚下午遇到一场，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头发有点问，结果他就是一直预设是开着准心。啊，不是吧？开准心打这只，怎么可能打得赢？Come on！ 就这很好笑啊！我想，怎么是变成这样子？他说这是另外一个模式吗？不对啊，另外一个模式，那他应该也要变得好打一点啊，他直接劈过来，我怎么打屁啊？天啊！你先吃饭，好，拜拜。有啊，我忍术现在超高的嘞，我现在忍术39级了哎、欸，我的剃刀连才18级，我这样很爽哎、欸，能练忍术，能练人能赚钱，又能练等，不会用阴阳术，有啊，我有看到阴阳术的，那阴阳术等我要练阴阳术的时候再来用，等要练阴阳术等级再来用，你快去吃饭吧。等下来开饼干吃了啊，没有晚餐吃。哦，对，我寄给他。对对 ，Hello， 我打不过丽莎，我只能来赚钱了。零食有吃有，我今天才意识到那个零食可以吃。我靠，小雨在玩那款。发送讯息。哇塞，原来你会想玩这款哦。我在玩我最近在玩那个放置地下城游戏，也不是地下城啊，卡牌地下城。然后我发现我的小零食身上带满了，然后我想说，我就跑去跟火懒懒哭说我都忘记吃，然后他竟然回我说
没事啦，满了你仓库会有。我说啊，有仓库哦，因为我小零食爆了嘛，仓库又多了21个。最近很红，买来玩玩看。对哦，要小小攻略再来个问。我想说，嗯，就要大量精量在一次吃。这个啦，这个大零食，大零食，刚刚任务给。啊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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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术也可以刷它，我等再玩一点吧。可是阴阳术的话，我要再洗一次等级，不是吗？啊，没差啦，反正钱那么多。哎，对啊，六道那本书会不会越涨越来越贵啊？那其实一开始不用把咒力给洗掉，那我原本咒力有死。给了好几本，是给哦，天啊！会哦，啊，它有个昂贵的上限值吗？还是没有？他如果会更贵的话，就不太敢洗了。啊！应该睡午觉的，没睡好呛哦。现在整个人呛呛的。干嘛？哇，好多茶器，好爽！欸、可是他会把烂的茶器给摔坏，这让我好不爽。那个也是茶器耶。好歹一两百块拿来买吧，好像没有上限，会越来越贵哦。哇，好恐怖哦！是怎样？他觉得后面钱很好赚？我知道那个也有啊，可是影视的是固定的钱吗？他不是要打那个武功才有。You beat me. 我反而不会打人欸，我只会打妖。也是会加上去的哦，我的天哪、啊，好难过、哦。今天实况先玩一下，看怎样。做武功打人洗装备就有，不知道啊，我很喜欢打人欸，但是永远都打不过全甲、走甲、全甲是什么？
beat me. 欸，问你哦，那个 KIRA 抱歉，第二章有哪个地图是类似什么黄昏那个地图啊？就是中间可能很像斗技场，然后会有很多红色刀种，那种刷那一个。因为那时候看到有，但是忘记记地图名称，然后想回去找，找不到了。You beat me. 小鱼没理我。好久没打，也要找一下。好，麻烦你了。You beat me.怎么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忘记是哪一个，合同的背景。确定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更不是这个吧，天啊。就是想不起来是哪一个。就头很痛。Let us begin. Not bad.现在都打后面几个章节的，没有啊，我现在前面，我现在才到第三章啊，刚到。邪恶的预兆，气吗？我先去加点。精华各十百，哎呦，再去刷个两场，我再去。
他都没有经验仓库，先存在神社里面。我带在身上好痛哦。你怎么会记得名称啊？还是你刚刚扫到？你也太恐怖了。蚊子安安，第三周目开始能存精华。哦，三周目哦，看第三章。Google 的 ，Google 什么？你 Google 了什么？你说 Google 第二章，然后嘞，大乱斗。哪些支线啊？经验越来越少了，差不多要停止现在的所作所为了。哇，四件。好困喔，我还狂灌茶，快睡着了，要叫我去睡好吗？这个是会让我饿死的。居然看到现在没有卡很顺，不是因为我现在画面就是卡在这边，在那边抓，我没有太大动作，你知道吗？背景没有什么太烧的火焰。没有会动的什么东西。好了，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了。然后明明就可以自己选说要卖掉什么东西，而且不小心把那个忍者的饰品卖掉了哦，好难过。人设好了，个十百千万九万。你说什么邪恶的什么吗？没有哎、欸，啊，白痴的第三章，哎呀，没有哎、欸，没有你说的哎、欸，还有真龟少女当自强，包青天。妖怪一夜城，还有捕妖记，捕妖记有确定不是吗？捕妖记是抓那个，抓完成次数。金川那个嘞，哪一个？这个。这个吗？
好啦，我要去死咯，一个快一百一零安安，一个快一百多等的要被虐了，我要拿，我要被虐咯，哈哈。在觉醒篇，哭啊，跑进来了，可哭啊，喂，不是这一篇，不是这一篇，不是我什么这一篇啊，我在讲。你把我的药喝掉了，你把我的药喝掉了。你还没死哦，这是三波的，对，但我要的不是这一关，我要的是很多刀种的。我知道你讲的这一关，哎呦，吉本様，哦，出来了，出来了，刀子们出来了，可是我要的不是这个。嗯哟，有没有全甲？有欸，但是有更高的。不然你要拿的，它就是很像那个黄昏啊，然后它就在中间一团。我只记得那个就黄昏哦，哇，好烫哦！被忍者所杀，哭啊！中间一团，一个团团成一个团团，中间一团。金沙藻。
我扫你腿，我就为了这个，觉得这一招，天哪！你敢打我？哇！我中环了，我中环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你这卑鄙的人！他迟还我，我的天！他让我变迟缓。不是我记错咯。那个墓地有一个支线，对，我在找那个，就中间只有一团的，但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因为那时候跟你打就有啊，跟醉醉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记得有一个啊。吃呗，吃呗！外乡人，不练手，必要获得称号。这第一章。第一章不是啊，第一章都是黄昏那个什么东西的啊。前面可以记录吗？前面有神社吗 ？Hello， 感觉是没有呢。这边拜下去是不是这边怪也都重置啦、啊？哦，应该是最近在玩 RPG 中毒者，忘了看。没事，我有看到你的图，只是我想问你那些图到底是什么鬼？为什么会有我？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欸，好无耻哦！我要这样玩了，叫懒懒从前没有在后面丢。哎呦，锁定好伙伴。什么图？靠！你不是画我，画我那个魔法师吗？还是什么骑扫帚的？呼啦呼啦！你可不要死啊！我想要你那个一只什么玉的、啊。是第一章哦。哦，我好坏哦！哎，你还没有走？好好好好好，再一只，再一只。哦，只是因为想画吗？那可以旁边放个一个红色头发或纵火的东西吗？耶！你要走对不对？来，鞠躬。对对对，掉东西给我。来呀、啊！入室部，搞不？
我带了什么？这个。哦，金刚斧，哦，原本就有带哦。哦。你画纵火犯好哦，哎，重置了，白痴哦。好的，到了，再挑一个吧。有没有适合我的呀？嗯，到的太多了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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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挑个东西。黄昏之身，对，这个我知道，但它是二十等的，不是吗？没事啊，那就是没事了。是，好的，我们回来了，再射他一发。嗯，捏手捏脚的，等一下哦。要不是有人吗？啾！他刚看会卡吗？刚打成这样子会有卡顿的问题吗？Hello， 微微的卡，对啊，就是我的画面不能太过夸张。就是我不能画面转太快，或是一些比较刺激的行为。用冷具吊怪不是更好吗？零消耗。哦，你说冷吊怪哦，有道理呢。没有啦，刚刚就是瞄不太到哦。你说这样吗？你秒怪还是秒人？对啊，画面不能太刺激啊，会卡。
剑算是有消耗吧，我知道，对不起，我错了，应该要客家一点。欸，请问我有人使用过我之后得到酒盅是正常的吗？就只有酒盅而已，没有其他东西吗？啊哭啊！好啊，欸，好像真的是这一关欸。哦，你都有遇过，对耶，好像正是这一关耶。是耶，对吧，会卡哦，会卡，那就这个。啊，等下换游戏啦，看没人看得懂，我们来打日麻吧。是多少伤害？110。对。我变大了，要我下班陪你刷刷什么？没有啊，现在就只是我打不过立山啊，我在生气打他，打他出气啊，不然等下打给你看啊，打不过欸。
因为立山的话，它会隔挡嘛，你丢飞镖，它会叮叮叮，然后要放一个 buff， 让你手里剑弹回来，要气死。下一节要几分？看一下哦、喔。哇，33,000。你下班我搞不好睡着了，我今天这两天好累哦、喔。哎呦，来点点。You beat me。等我再点一点，我去打立山给你看，马上打卡下班，我马上睡着给他看。哦，不是哦，昨天跟你道别后，我忘记我几点敲你了，我说我封魔还没打，我们来打，就今天我没有封魔打哦，好像170,000的经验呢，昨天的封魔。这只怪不会防御，只会变硬。哦，我好希望立山也不会防御哦，是临时升吧？不要不要不要！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去改一下，去改一下木林。啊，我也尝试过想换换不同游戏，试试看各位的观众的水温，但很明显的我不行。装备掉落率跟精，哎、欸，我是精华、欸，哦，锻造布。也是齁，精华不用全部吃，对不对？哎呀，怪！这带的零食就是升级用的，不是吗？是啦，但是我想说，等之后如果有缺，比如说，就是可能经验瓶要少少的，然后就丢个几个经验罐这样子。好啦，我吃，老君安，你是现在才下班吗？啊，哇，我在想说，如果小鱼玩这款游戏，他不是脏话骂到死吗？你看，哇，我剩56个，但是我今天也是吃了有40几个走了吧？用，我剩下几顿？我看到了，再吃一个，完美。来啊，我们去死一次，我就关游戏了。立山，我来了，立山。啊，我怎么会打不过他、啊？很快就放弃了，放弃什么？我懂那种感觉，差了一点点，但是我那时候也是打那个白那个夜刀神，我打到真的也是残血了，然后我真的是。气到真的是不想玩了。扣啊！通啊！通啊！通啊！
冲啊！啊，他是这个啦，哭啊！就这个，就这个又很烦。哭啊！啊干！哎呦！要持续多久啦，小鸡鸡？哦，等一下啦，不讲武德啊！这是超难的，我知道，我被他虐的很多次。我昨天有三个小时都在他，这两天有三个小时都在他手上。换武器看看。卖出鬼魂哦！哇！我绑晕了。可以迟缓符看看，我也试过了，我迟缓符还是打不过他。我昨天迟缓，然后金刚。然后再加一些无微博的东西，我都试过了，就是没办法，我就是不行，真的啦，我没有说谎。现在出去又，反正经验那么少，是没差。哎，等一下，武德？怎么叫武德？必须啦！你看哦，防御我扫不了。不要！暂停暂停暂停！巧克力都会暂停让我的，啊，你不是巧克力啊，算了。哇！原来这么短哦，我要换掉了。哭啊！哭啊！不要啦！我丢，我丢，被自己丢死。对啊，这只就很难啊，它速度太快了，我真的是没办法。它用迟缓符也没有用。对不起，不然就是我太烂了。你好，有力量。你过来过来过来，等等，没有这样的啦！啊，要死要死要死！啊，我就不懂你们是怎么过这一只的，你知道吗？我打这只就是打到我真的是怀疑人生，我就怀疑说，我真的适合玩这款游戏吗？你知道吗？这游戏让我觉得。我真的适合玩吗？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就这样子打得很顺嘛，而且后面他血剩快死的时候，我就赢不了他。跟他超贱的啦！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样？干什么？干什么啊！啊！干！我们要丢。
干什么？啊，死了！小心气的消耗，我知道，但是他速度真的太……我打了三个小时，我也都知道他要放什么招，可是就是真的太快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还不能防御他的攻击就消，还不能防御他的攻击消金，就很高啊，我就不知道他在高几点了，你知道吗？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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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尽量不要防御。你有感受到我很尽量不防御了吗？这哦，冲啊！小鸡鸡，冲吧！哎呀！等一下，等一下！休息，休息，休息。残心啊，我很努力了，可是劈完之后就只能滚走了啊，哎呀，哦，我的眼泪，好，给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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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有，我有点，就是你只要在那个过程中有啊，你是说这个吗？但是我会紧张，你像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啊，我有点啊，可是他真的速度太快了，我抓不到啊，他车速太快了。好，尽量，谢谢，谢谢，谢谢。会叫我台主的，表示你愿意来看我的台。哎，小鸡鸡，等一下，谁？感谢佩林，等一下啦。
要大招了没？你要大招了没？喂！等一下，我手汗好多。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子乱乱叫的。有机会在 PS 上试试，如果是 PC 操作，就烂到一个炸。用手把，我是用手把，我是用手把。你没看到我这边写 R1 什么之类的？我现在是用手把，有进步了没有？不要安慰我，我昨天还打到他快残血了哎、欸。我丢你呀、啊！啊，啊，对，他有这个。不能这样子啦！那个哪里买的我也要、哦、天去吧这蛇咬他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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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喝冰。哇！哎，走。对不起，我在讲什么？我在叫什么？真的够了哦！谁？
的是小人呐、啊，每次血量快残的时候，攻击就特别高，不然就防御特别高，速度特别快。啊！对他就是想说怎么是打不死哦，被妖怪化教主忘记了不是？我妖怪化也打不赢他啦，真的打不赢啦。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欸，能做得到吗？这打不赢。呀呀！回来，哈哈！太残血的时候可以变化。欸，其实我很少在妖怪化的。还小人呢、欸。哎呀，又切错了！请问这是电脑版的？是电脑版的。人王攻击看起来能断诶、欸，哪一个啊？想不想死啊？啊，安错，等一下，错、啊！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啦，我还没好，我也还没好，哎，一起。他这个，他拔刀没有用，是不是？
我觉得是打得赢，我觉得喝个水。你还二扫了没？你二扫了？哎、欸，最好是有人扶那么多啦，我就没有。啊，爽没？哎、欸，我的神怎么没回来？哎、欸，哭哦！哎呦！啊，变红光啦，黄光啦！本也是这样子，达到手汗就是这个很多。他、啊、真的是个坎吗？真的很难打哎、欸。让我看一下哦、喔，先这样子，先这样子。冲啊！有了，有了，有了。滚！对不起，我太低估你了。哦不！
画面有点懵，没办法，这个电脑不够力了。なかなかの腕前。機会があれば。我不要了。都想逼我终止。要滚。啊，可以换游戏，我手好软哦，不手了。我手无力了，不是刚刚画面应该很卡吧？因为刚刚顺来顺去动来动去的。啊！我死几次欸，啊！现在加个最爱，配件，装备，我刚刚得到什么？哦，笔法。如果不是有阴阳术，我的绝对他会呼吸法了。你都觉得有啊？有啊，我有吃。哦，手汗超多欸，感觉冉冉应该一下就过了。迟缓哦，不是啊，他没有魂哦。你会觉得难打吗？繁星刚刚那个会，这个是意外。不是哦。不是不是。哦。为什么？没道理呀！哎？你今天用中断，我改了，我意识到了，对不起。不理吗？
误会了什么？啊！等一下，等一下好不好？你等一下好不好？是啦，为什么阴阳师的会这么难打？他冷术的就这么好打？加油，不要急，对不起，我急了。等一下，我不懂水弹符是干嘛的。啊，我好像懂了，不好意思，我现在才懂这个游戏是干嘛的。你是最后了吧？等一下吧，ここまで。我冷峻的比较好打哎、欸，怎么会这样？恭喜，呀，好羞耻哦，在一些大佬面前，感觉我自己是一只小丑一样。进化过的，进化过的，取得顺序。哦、oh. ，奥战难度再高一些，我不止一些吧，会更高吧？哎呦，哎、欸，锁链推荐是玩什么？这个？如果都玩上端的话，我是推往上点了，来不及了。回复阴阳师的道具，还是什么？
Yeah， 我开点了，氪金服我来了。听说你很重要哦。这个还有什么要点？其实就看你平常打怪有没有很热哦，很熟。打的时候就不怕打不过了，啊！我好烂哦，我觉得我好烂哦。因为多多良真的很少在打、欸。不要带。哇，帅！哇，帅！所以我才觉得啊，我对怪都好不熟、哦。有什么推荐的、啊？我也是从新手练上去，你只是还没练上去而已。嗯，你好安慰人哦。看看伤害变高多少，我们再来换游戏。我一开始遇到乌鸦天狗跟圆规手都会抖。我现在看到，我想我也是在想说，跟当时不用木屋猎人一样。哎，伤害多少？有高吗？对啊，好啦，有啦，有比较痛。好了，你们想看我玩东石大还是玩日吗？我了，刚刚那个就1113啊，那个手图是1113。頼むぞ、移動の字。113多了60、80。前锋安安，作者安安，那是意外啊！有啦，我后面刚刚打立山的时候，发现说他那个有个好像那什么至神的东西，没有的话他会再丢，所以看他丢完之后，走在那边准备拿纸的时候，就是往前冲了。有好痒哦！现在是要刷零食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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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要换游戏了。我本来以为想说开到8:30就换游戏，哪知道被那个立山搞成这样子。感谢那个无白来看哦，因为画质不是很好，不是画质不好，就是如果跑图或过属线那些，我的画质会没办法。会卡很严重，所以我才会想说卡在这边，
刷一刷，跟你们聊天。我累了，我明天的影片应该就是上面那个标题说，上一部影片出了点问题，记得让眼睛休息。会的，会的，会的。那我们来玩日麻好。我改个标题啊！哦，手好痛！有，要休息，该休息了，该休息了。没事，最后赢了，大家跟你一起赢，不是更开心？是，让我觉得对这游戏又更有信心了。而且重点是，我都把那个。我都把咒洗掉了，因为昨天是咒满的情况下来打他，今天是完全没有咒的情况下用那个剃刀连打。刚刚打丽丝，今日もマイがお祓い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か。这还好，这不会动脑动太多啊，是你们会气死吧？改个标题，编辑。唉，是吗？还是舒服一点，要打还是路马舒服点，还是日马 ，OK， 没气死啊！看人进步就更好，对啊，所以你攻击力更低反而赢，对啊，我就是主要这三天一直被他虐到残血又没有赢，痛见痛。来哦，小玉魔密我，没有密我，但你最好是上班时间可以玩这个啦。你是在骗我，你是在说谎，你是在耍我。啊，反正是下午那些人都不见了，看一下有没有在其他人的台。先看看小雨的台。来康康，你去看一下小雨的哦。你们吃一下广告，我吃小雨的广告，你们吃我的广告。问一下，我去问一下，玩的如何？我刚刚玩到手汗好多，手抽筋了。想要回家重整一轮。全部拿走，全部拿走！哇，又成功了，你又回来了，水啦，回来的感觉真好。对这个世界的记忆消失了，四周又遁入了空虚。等一下，让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光所及之处，尽是黑暗，有意思。也就是说，你知道你忘记了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要利用这一点。好，我们先开始，我们先开始。你把地方收拾好了，该下一步啦。你有什么？刚才我发现你是有角色哦，对，你都玩那么久了。咱们人才济济，从厨师到炼金术师，但是他们都得有地方工作才行。但是我们用不了附近的资源。上一秒看到好久没打，希望不要被虐掉，没事啦。我们，你的我今天下午有梦想，但梦想就是一直进来。劈柴用这些也做不出什么、啊，很神奇吧？你生的火让我注意到了，你会觉得东西会影响其他事情。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还是有用的。就算是小树枝，积少成多，还是能够盖出篱笆墙来。哦，我本来下午在开台之前，我在看莎莎玩泰拉瑞啊。哎、欸，谁？谁浪王？我还在摸索当中。嗯。好。好了，我回来了。又可以排队了。对啊。睡呀、哦！经过上次直播后恶补，我只是个初心二的小新手，没事啦，有进步就好啊。只要会摸牌就好，是吧？只要能胡牌就好。
有梦想吗？看不出来吗？这么明显了，去死啊！不排到不走，哇，那你不要走好了，那你可能排不到了。我觉得他们怎么讲？赶快把一球牌打一打哦，不要留哦，不然会输很惨哦。理解。有信心会赢吗？喂，我下午都玩得很欢乐好吗？我下午是直接输，我也是笑得很开心啊，没差啊。一万跟九万嘞，一万跟九万呢？下午就缺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没有出来。不会你要飞了吧？那么快的吗？小鱼。小鱼，他就差一点点了。一二，一二，东一掰掰给他掰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让他掰。我一定摸得到，好吗？你看，又差一点点了。就剩三张啊，剩两张了，碰，要碰快碰，一块没了啦！哎，我原本有机会耶，三，搞我啊！哭啊哭啊，害我赔钱啦。没事没事，我一点也不难过，我反而很开心。我不是欸，我只觉得很开心而已。差点又有人要在 B 局被送走了。嗯，阿波利基，好了，我可以去尿尿了。我站起来了，欸，第一次欸，好开心哦。
我的第一张有吗？我被碰了啊！对哦，啊对哦，白痴哦，我在想什么？对不起，我只是例子而已，没一发，一发而已，例子一发，把自动合牌打开就可以去厕所了。好的，好，安安，对不起，我忘记已经过一轮了，哈哈。嘿嘿，我也讲啊，要 ghost 没关系啊，反正我也说过，我也说过我只是我感觉我的目的只是开张牌局给你们在那边打三人麻将。可恶是日嘛，刚刚人王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精尽人亡了。没有啦，刚刚说要尿尿是假的，对不起。有双力，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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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误会了，我忘记我打过一万了，哈哈。哎呀呀呀呀呀呀！清一色，清一不是，应该只是自封而已。哦，也有清哦，我的天！加油，靠你了，请把醉醉拉下来。什么啊？看不懂啊！不对啊！发财在谁手上啊？哦，刚才你碰掉了，你是哪一个？你是前锋吗？前锋你是哪一个？把你编了，来来来，送你送你送你送红中哦。哦对呢，哦你是前锋哦 ，B A N I E E， 哦送醉醉了，哭啊！气，对不起。打麻将会训练记忆力，我觉得没有比较好。我好笨哦、喔。哎、欸，如果是绿一色的话，那红五条算吗？可以拼绿，所以这也算吗？这不算吗？这这么红，你想骗我？对呀、啊，不算啊，那我要绿什么？把这打掉、哦，一条也不算。那我要拼什么？五条本身就是有别的颜色了。哎，对耶，它中间有红色哦。哦，没事了，绿色是二三四六八。干，我怎么可能抽得到、啊？清一色就好了，好不好？拼梦想啊，没有啦。我的梦想是可以赚大钱，好吗？请问我的梦想都在这里了，我要拼什么？想搞我吗？看好梦想，梦想，梦想，梦想。
那你可以混一色啊，对啊，我是想混一色啊。我碰了就能速攻，没有，你知道，就是要做大牌。我今天就是，欸，也不对，我下午就是那一次击飞了一个观众之后，就第一局就击飞了观众之后，就开始在做小鸡鸡牌，就没有想要打太大。那时候就是第一局整个炸飞之后，没有，就当那一场就直接结束。然后下一场换我被直接被炸飞，我觉得报应来了。这最还好吗？这最是不是断了？碰，这最断了。前锋。来哦，通知哦。好屁呀，啊！没有摸到你的钱啊。你再被摸就围了，不会啦，你可以让我摸完之后就跑啊，对不对？啊！哦，灵回来，灵回来，灵回来，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两个听筒的，哇，这些筒，你回来就开大招了，天哪！明天要上班，要早起。好，拜拜，晚安。麻将就不行了，没事，没事，没事。哭啊！哭欸！打掉，打掉。
公联是什么？哦，公主连结哦，那公联是什么？哦，公民。啊。我是不是在乱玩？完蛋了。是啦，我们拼字摸，好吧？来啦，拼字摸啦！可是我没有北啊！哎呀，你是说碰碰虎是不是？这只能对对。帮我转嘛、啊，来吧，港屁呀、啊！哇，哎、欸，没了。啊，对呢，一直都有提醒我，没事，我们自摸，我没有注意啊，哭啊！加油，我会努力的。哎、欸，对，我刚为什么把北打掉？我刚才想什么？痛！不知道我刚才想什么、啊。自摸有意要哦。哦哦，我永远记不起来这句话、欸，永远哦，要不要碰啊？好吃的哦。现在才发觉到吗？不是啊，每次都忘记啊，每次都觉得说、哦、自摸就好了，自摸就好了，就发现没有这回事啊。无名安安，天拜的，好开心哦！哦，笑我更气，我笑我最气的是我杠了那个我的七条出来，宝牌七条一大堆，就有人用四杠，结果派我留级。好啦，换下一场，准备喽！送剑，送剑。九九九九九四，哇，是最好打的哎、欸，四个九一个四，哎、欸，有那么快吗？等一下，这是观众吗？还是我开错了？这是路人吗？哎、欸，这个是我延迟有这么短吗？是吗？哦，是观众哦，好好，其实我都不知道刚打了什么。我想说，我不是开了下午杯了吗？
是干爹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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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限定，就给观众玩而已。我只是帮忙端茶的，只是恰巧缺人坐在牌桌里面。我是端茶的。暗丝短茶地，那我来想想看，可以啊，啊杠啦，好爽哦！下午延迟差不多，所以我的延迟。到底快还慢啊，有时候觉得延迟超久的、欸、靠，回来求你了，我希望你回来。手速真的不够快，也不是啊，可能就是地区吧，可能你那边就天生不适合。不是本来要讲什么，就是网络比较慢一些，像我有时候跟 Amigo 那边的看一些比赛或什么的，然后明明我这边八龙已经吃完，他那边才刚开八龙这样子，然后想说八龙结束了，他们就很开心哦，吃八龙吃八龙吃八龙，我就说吃完了，我就说我永远是活在你们未来的人。那百妹还不够吗？够啊！天哪，我也300欸！缘分没到。冰拉嘞，对不起。我的网速是未来来的啊，哎，那个小月，你有机会加一场了哦，我觉得他们想要搞死我了。没有领上，来吧，314，了结我吧。314就交给你了。来海底捞月吧！那未来我未来只提早过个几秒钟而已啊！你们讲给你们听也来不及啊，在想什么？我只是找你们几秒钟知道开台的号开牌号码，几秒钟一麦麦而已，又不是说我找个一小时。耶、yeah, ，补血了！没用，没有用。
嗯，啊，我说要开饼干吃，就开了两个小时还没开，天啊，开一下。饼干，这种是吃下去会很想喝水的饼干，很干的饼干。要不要拿宵夜？拿，而且我没吃晚餐欸。杰克上线啦！有了，好吧。啊，你都没有打过哎、欸。哦，吓死我了！没有二杯，腻了啦，腻了。リーチです。哇靠！我找到不利了。哎，不对啊！如果他跟我听一样的话，这只是不是就不见了？啊，算了算了，梦想梦想。我就是，我想说输人不输阵啊，跟着立啊，立下去啊！快补了，快补电了，快补电了，快补电了！天敗です。河里捞鱼哎，哇哦！嗯，我打什么啊？一二三，对啊，很酷哎、欸。没有要做梦啦，做梦就不会洗掉刚刚那一个了。我、哦、这饼干真的好干哦，五五六六。啊，看来离我远去了。
我只是我继续端茶好了，你们打，我不该介入你们的战局。那要运气好啊。打扮啊，就剩一张啊。好难凑哦，我是不该这样打啊。啊，算了啦，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哎、欸，来了、欸。给钱给钱，发钱发钱，我剩两千块了。对啊，对不起哦，不太会玩。场修罗，这牌香香，我要把它打臭。我跟你讲，我要拿这副牌，这副牌擦屁股。结果他
啊，荔枝到现在还没动了，好呀。我死了啦！你怎么敢治我？我死了，我死了！拜拜拜拜拜拜！没梦了，没梦了，没梦。七对哇！谢谢各位，我们下一场了。你看吗？早知道就玩小鸡鸡了，玩什么梦想？对不对？17828。反正好快哦！嗨，是谁？你又回来了。功夫再高也怕断腰。没事，我是茶水接线生。我本来昨天半夜想跟你们玩啊，可是昨天半夜没有看到你们在、欸。昨天看一下 DC， 发现哎都没人，好吧。我还是摸摸鼻子去跟电脑玩。挂 DC 不是啊，就明明就很多房间啊，那你们就找一间挂。那昨天看到有三个人在，但是不是打日嘛？好像有城吧。私群哦，你们是另外一个群组来的，没事啊。那我昨天有在那个嘛，我们的那个动身群出现，然后那时候刚好忙完，然后就看到动身群有动静，发现说有流星雨，我怎么会错过流星雨呢？啊，对不对？于是我就赶紧去许愿了。你去睡后大家都休息，你为什么可以睡觉？你凭什么睡觉？好凶！送走大哥物了。嗯嗯。哭啊！准备下一场了，各位，我有预感。
算了，梦想什么的，我不要了，我不要梦想了。靠腰啊！我的梦想，对不对？梦想，梦想就这样子没有了，好吧？好吧。梦想，我的梦想。真的是最远的距离耶！天啊，给他啦，给他啦！你不尊重梦想，梦想生气了。哎，我下午多尊重梦想啊！我四五冲差两张哎。然后还找不到那个梦想在哪里，完全找不到哎、欸。我没有背叛梦想，是梦想背叛了我。哭啊！哭哎、欸！来尬喽！你刚刚那一场没有吧？不是不是。啊！啊不是，我干嘛打条子？哦对啊，我要打条子，我想说。我又不是故意要赢的，不啦不啦不行的，我又不是故意要放枪的，龙啦！补血了，各位，我血补起来了。我又有氧气啦！哭啊！我干嘛？哦，好难选哦！把这个假塞送给你啊！好哭啊！他给了东风。嗯。哭诶、欸！有。酷欸酷欸、哦、酷欸你说氪金啊，你怎么可以带你的牌来打，国个头啦，剩三张四张打国士无双，神经病哦、喔！真下来无名，拜拜。这要做什么大的啦？告诉我，顶多就是门清而已啦。嗯。
亮亮，出去吧，亮亮。酷啊！结束。可离宝牌是啥嘞？哎，中了哎、欸！对呀、啊。我也没复活啊，我还是很低耶、欸。去吧，国士无双。啊，打错了，怕唔掉了。嗯，刚想打这张的啊。要怎么跳满啦？开始做国士无双吗？我现在来两张喽，三张喽，我要国士无双喽。算了啦，算了啦。嗯，对啊，所以我现在要留好这三张。哇，可爱耶，够追。我以为我死了，吓死我了！没断腰，没一发，数啦！
我不是最后一位了耶！抱歉，楼真太。开心，好啦，最后一场了哦。哎，还可以再玩一点，没关系，反正还 OK。我亏亏，我亏亏。然后我关一下 LINE 的画面，我播冰沙。冰山，难懂。对，别排了，排什么？别放弃。什么东西？刚刚立之后，我才跑来看台，结果看到的是自己放枪。我连只看到自己放枪哦，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吧？下午也没排到你。刚刚一定都没在看台，我在玩，我人王刚关掉的时候，我马上开日嘛，所以那时候也等了一下下，讲完啦、啊，没事啦，你们都是好观众。打房号打到一半进广告，这个嘛，这个我也很对，抱歉。我很抱歉，我觉得大家都是听一样的哎，你们怎么想？没有桶子在台面上啊，太可爱了吧？谁要啊？太好笑了吧！我不要啊！我们要打这个的。你跟我玩过 Happy 手，没办法 ，Happy 手至少人多啊。天哪，你弄了吗？桶子危险吗？我就是要打桶子。是不是？我打桶子给你们看。碰，没有碰。对啊。前几天被刀的很多人呢、欸，你是说我刀人还是被刀还是？ランです。ズモ。这场大家都胡很小耶，你看早点当小鸡鸡上去
就不会被大牌糊掉嘛，然后让你们厮杀，我是不是很用心良苦啊？对不对？冰箱送你啊！听说有人以为第三个是我，谁是第三个？啊？爆豪没有输，白痴哦！我想念下午的那个火鼠了，那个带球来打牌的，我想念他了。你有在聊天室吗？我想念他了。阿七啦。哈基飞本机刀，然后我觉得那真的很好笑哎、欸，本机刚好闪过，而且根本就没看到。我要乱玩了，要没有意义了。骂你八七，我骂你八七。乱玩喽，没事，大家不要生气，不要有压力，不要想太多。我就是在乱玩。哎呀，好，对啊。没东了啦，还有什么？我剩排版也没了，发财也没了，我要玩什么？你是我的上一家，所以你是我的下家。清一色，剩33张牌，把这些打掉吗？好，然后我还不能听9万跟两桶。好，我打。来了，来了，来了！哦，それぽん。哎，对耶，可以捞月，好啊，捞一下。哎呦，好恐怖哦！这世界好危险哦！对，我要打安全牌了。哥，超恐怖！你如果飞了这一家，你就真的拜拜了、欸。
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啊？我活下来了！我是不是要给钱？不用欸。我竟然活下来了！我希望要感谢没有放弃我的你们。望不到西风，哎呀，有机会耶！朋友该出发了吧？你不是很爱来找我们吗？蓝山也在玩，他爬段位啊！哎，你怎么又那么亮啦？哦，我刚刚不是骂你八七啦，我是骂那个静呢，静他八七，只说你。发动技能了、欸，碰碰啊！我只是现在头有点烫。不能碰我，我碰屁哟，没的啦！而且我打错了，哎呦，打错牌，什么？不是魔龙，龙。要帮你补血吗？我打错了，我不该碰的。我手怎么那么贱呢、啊？打手手。欸、不是，你又留我跟他打。晚安。七万。八万。梦想，你出来啦，梦想，我的天哪、啊。为什么要留我跟这妖魔鬼怪比？而且我不能打，我要打掉这一张才对啊。
灯。糟糕呀！糟糕呀！铃声多响亮。几千块？我还真的帮他补习，我怎么知道？啊，对呢。哦，白痴哦！我在想什么？啊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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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我忘记我有一番了啊！有没呀？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拜拜拜拜拜拜。脑袋不清楚了，所以感受得到我其实很累了吧？不是很累啦，就是头脑不清楚。哇！给力了吧！哦，这两个可以。是打吗？打累了？没有，刚打人王打太累了。刚打人打太累了。等我妈回家。那今天还打逢魔部，我今天没有逢魔，今天任务是黑的，昨天才有。到三令教主累了，哦，累爆了。是道山哪、啊、是立山、欸、到底是齐藤还是念斋藤、啊、我从小到大都是念齐藤。在哭哦。我知道你念斋啊，可是你是想听什么筒子吗？你是冰桶挑战吗？龙娘，好猛哦！哎，结束了，结束了。再来56500，好，等你们进来开始，我再按广告。哎、欸，有一个下午看过的 ID， 出发。国道一直进万子哦，你在国、哦。哇，一直来耶！
太棒了吧！我的户头也可以这样子吗？都是条子。你国语很差，没事啊，没事。因为他本来就是破音字啊。哇，你跟我差不多呢，差不多猛呢。绿屁哟、喔！怎么绿啊？干，听这也太贱了吧！没了。先輩です。好险哦！不要乱喊人，谢谢。喊谁？怎么了？发生事情？你们在吵架吗？哎，下家你会很感谢我哦。哦，牙喵，谢谢我吧。下面是我的账号，如果你觉得你满意这个牌的话。一下啦，我在讲话啦。嗯，给我钱。嗯。
真的哎、欸。还在打，还在啊！本来要休息了，这个打完要休息了，累了累了。龙呀！哇！谢斗内，你又没给我钱。我送的，天哪，哭啊！那两张北，我就说啊，那个请会在私人账户里面。中了哎、欸！什么课？我才不要！我气死你们！我不要，我要乱打。我们有没有 S？ 这样。我干！哇，三个西呀、啊！鲜血高高钱了，群布群布。一个啊，五个牌，五个宝牌，啊，好爽哦！嗯，一二三四五，一般一。这是观察的逆袭。
那时候就要跟超级鸡马一样，我们要开始小鸡鸡了。ダブルリーチです。哎，有了，我听到声音了。我刚刚同时放了，谢谢啊、哦。谢谢啊、哦。谢谢啊、哦。哪来的运气啊，要关台，要关台了。等我把这一段选出来。哇，这一段好爽哦、喔。好开心哦、喔。卡薰衣草、喔。我也不知道欸。送礼宝最好是来个五桶有没有。哇。这三倍满了吧。礼宝啊。不不，礼宝来个。我怎么是想五桶啊？三桶啦、啊！我想什么？讲错了啦！那公勇笑不是这样吗？不是公勇什么？公勇，哎、欸，他姐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他姐不就是直接？节目效果满满，我也满足了，谢谢哦、喔，你又跑来玩了。哦，对，公勇照，对对对对对。没中，哎、欸、有啊，有吗？我中什么？七？吗？哎、欸，刚刚有中吗？我没看你。娘公，欧条、哦，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啦，感谢感谢。我不要，我这样看得到自己的那个吗？看一下哦，有人场对吗？哦，还是零上的这一场，后局不利。哎呀，没办法，刚刚没有汇款的通知出现，于是我就要把钱拿回来了，这样子。好啦，那感谢今晚收看，反正现在晚上没事就是开麻将跟你们玩吧。牌谱可以看，怎么看什么牌谱？哪里？不是因为哪里可以看牌谱？哭啊，看错。哪一个？这个吗？是。你有人场都是一满，没办法啊，有人场几乎都是玩这种啊，不是吗？下面。哦，这个哦，不是啊。干嘛？不是啊。达成一种数哦，这个、哦。看一下我断腰几场哦，断腰14个还好啊，哈哈。二倍高分群带腰，这什么65包拍哦，白痴哦！你看，完全没有梦想过，我的梦想下午就没了。岭上开花不是一番吗？好笑哦，有有有。而这样子顶上开花，搞不好只是就一般而已啊，这样没有很爽啊。那写个最近和大的顶上开花，这样才对啊。
啊，主画面的选项，选项，然后嘞，偏好吗？语音啊，应该叫闪闪改成双击出牌的，他才不会每次点到就死。仓库隔壁，牌谱哦，这个哦，可以自己调是不是？哦，有人，哎，这场也很夸张啊。这是跟谁玩？小鱼他们啊，对啊。要怎么看？下一局，下一局，下一局，最后一局哦。你看这个牌多好啊！欸，我们下午把人家击飞那是什么？杠上的那场吗？不是欸，杠上那场是哪一个啊？找一下哦，能记得吗？杠上开，岭上开花那一场，可爱死了，可爱死了。岭上也是跟小鱼他们打嘛，然后我记得是这场吗？你的前两场不是我，哦，靠，你说下午的那个吗？冰山在哪里？我先加一下最爱哈，这个很棒，加一个最爱海普。天河，欸，双粒子，双粒子一发自摸，哇好，公勇照，白痴，有，照，是这个勇吗？勇，有最近上字幕上到有点视觉疲劳，冰箱的前两场，你说今天下午吧，今天，嗯。天冰箱前两场这个吗？怎么可？不是啊，这场是我死欸，应该是我不知道，王这组欸，看一下喔，哦，有这么多巡的，那就，那就东一局喔，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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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喔，不是超就这个啊，对对，就这一局，就这一局。然后好像是这个人直接飞掉吧，还是亚萨忘记了，这两个其中一个直接飞掉。为什么都有你啊？我不知道，欸，你就是有节目效果的吧？我记得我是自摸嘛。我，哦，不是，我是碰，哦，弄了，就是你，然后直接剩1000块，然后就直接飞了，没了，就这样，东一局没了。嗯，我是混老头吗？混老头。感谢克洛伊，
滚老婆，东西飞人。刚刚还有哪个比较好笑的啊？有没有国士无双哦？好，没有了，我们再看一次，看最后一次。最后一局，而且重点是我一开始看不懂，啊，我要听什么？我看不懂哦，然后在那看二三四。然后好三万，然后还在外面看四四四，然后就出现了那个地址的选项了。ダブルリーチです。哎，如果他没出现的话，我差点会把三万打掉。就你国士无双那一场，哎，来看看看看看，看一下这边。あ、ズモです。等一下啦。再次ダブルリーチです。あ、ツモです。ポニャ。リーチニャ。哦，不是你哦，白痴哦。看一下哦，冰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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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场啊？这一场，啊，看，这场是好笑在什么东西啊？东一，这场国吗？这场像哦，这场，我来看一下这边，哇，真的哎，东南西北八发中，然后一一，那还好啊。欸，来了来了来了，我们看这边就好，我们一起歪头，或是把手机歪一边看，看一下他打啥小。你是一直来万子是不是？哎、欸，我本来以为你是听那个哎、欸、条子还是童子哎、欸。哦、有了有了，哈哈，白痴哦！李姐呀，龙呀！哇，冰山！你很衰欸，打那么多牌了，不是你是第一名啊？啊，玩到离开了，好，那就这样啦，快十一点了啊，各位晚安喽，拜拜。拜，笑太爽了你，哎、欸，你现在在凶他笑，我不能笑哦，我笑还要你管哦。你那场也差点国士无双啊，就是下午要自己再找一下。好啦，晚安喽，拜拜。